我新买的四个花。我本来也想买这个，但是他说工作人员说有点难养，所以我没买。因为我到现在还没养过花，所以我觉得因为是我第一次养，我要买比较简单的，所以我买了这四个。而且在夏威夷有很多这种花，但跟这个花不一样，但是看起来很像，所以我很喜欢。让我想写一下威夷，我觉得这个花最像那个夏威夷的花 ，Taro， 好看。